大家好，我叫王东霞，我的品牌是简丹枫鹭。介绍一下您的品牌理念。我的品牌主要是以这个线条为框架，然后这种面料的话是麻棉为主，那个自然主题，讲究的是一个回归淳朴的一个理念。那么您即将在一点钟就开秀了，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次带来的是怎样的作品吗？这一次的作品主要也是一个休闲风，带有一点文艺的一个作品。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们的作品呢？你们现在是线上线下都有实体店吗？我们主要是做线上，在淘宝还有一些第三方合作的平台那里可以找到，搜索简丹枫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品牌。